要啊，搁要讲话，你唔惊假死，我搁惊人会误会是我害你的。到时白白报，你敢哦？我是要找上套啊！多谢你啊！搁安怎讲，你嘛是一个医生，遐尼济药啊，你是当作糖仔伫咧食哦？啊是惊家己的药剂真用？ 想要食好歹去，顶个拄着你哦，我就想要对你讲啊，我着甘啊。天公伯啊，食公平啊！唉，人的一生哦，做好事做歹事，一条一条，拢记在咧天公伯啊的小簿仔顶。当年我安尼伤害你，害你安尼孤孤单单离开林家。 这就是上天给我的报应，我家己做的孽，我家己担。道尊讲天公伯也要处罚你，嘛无应该是这嘛。我才做开始要凌迟你尔，啊你若是双脚一寸做你走，我是绝对袂放你甩的。那我听你讲这句话，啊我的感觉是，你唔甘我死。 道尊讲你会死，嘛袂当互你遐尔轻松啊！上无啊，将我三十年累积的怨恨拢吐转来，你才会当离开。啊，若无，我绝对袂互你好死的，会互你哦，想要死嘛死袂去啊！你哦，就是有迄个嘴无迄个心啦。好啦，我就当作是你咧鼓励我，我就答应你，拼性命活的。 袂喊你啊简单得认输，啊！你是听无人话，我讲啊，你话的，是啊，你亲目睭看着，我将恁林家、武家两家散体。哎呀，哎，啊！你拄只唔受食药啊？你搁徛袂住？不要紧啦。哎呦，你这个妖妇，你声声句句讲要怨恨林家，怨恨国庆，啊怎啊？ 趁我无注意的时阵，把我的国庆乱掉掉的，你根本就是讲一套做一套的乡民多鬼啊！你是伫咧讲你家己啊？变甲袂输，敢那良家妇孺共款。结果咧，甲家己的翁婿顾甲着戆，你是知影见笑毋知影见笑啊？你哪会知影国庆着个？林国庆啊！ 人咧讲，情某甲小三是伫咧这个世界上上界苦的动物，踏袂掉，佫飞袂离。你竟然把这款代志甲你的情某讲，无你怎啊是安怎？想要得到伊同情，想要救死扶人？好啦，笑死人！你讲小三苦，你是伫咧讲你家己啊？ 袂歹啦，真有自知之明。我甲国庆的缘分是天注定的啦。啊，你这个情某只是提来练习做模范红师的脚踏板啦。讲较白咧，是你先替我教翁，时间到啊，啊你就包好啊款款的先较平的，安尼听有清楚无？也袂咧。 人生还阁真长诶，谁会当笑到最后还阁唔知影咧？你上好哦，是甲林国庆顾好，互伊健康食百二。啊，若无都是讲伊转去啊，都无人伫伊毋哩。当我做你包好啊款款诶，转去食家己。一个查某哩，你啊，你，哦，迄当一个车走后袂等啊！ 嗨，歹势啦，歹势啦！我就想吼，哎、欸。
水淋完啊，剩一空罐啊，要等你粪扫桶，等一下我伊，有甲你想到无？卖得遐假好说啦，你根本就是来替宋美华出气的，卖了准我唔知啊。卖安尼啦，但咱两家都已经要合作啊，对无？啊，你卡袂着要起卡动手，拢惊破坏双方的感情哦。我就是要和你跟阮林家的合作破局。好啊，卖个弯啊啦。老公，啊，你有安怎无？肚胃无爽快啊？我拄仔食药啊吼，是有较好啦。不过拄仔互你安尼送两个哦，差一点也袂爽快。哎呦，歹势啦，失礼啦。啊，谁叫你甲迄只狐狸精徛遐近？是你误会啊啦！啊，我要食药啊，啊，美华好心哦，啊，摕水互我啉。哈哈。原来阮心爱的是国庆遐救命恩人哦，哎，那呢，恁阁欠阮一遍啊！哎，心爱，你都要受伤啊？小可伤尔啦。哎呦，这一看咱火鸡母了的啊！爱注意呢，这毕竟蜂窝性组织炎都唔好啊，等下爱加注意破伤风哦。哎，不，我感觉吼，你含迄个狂犬病疫苗买做做，安尼较安心吼。你叫啥物人火给我啊？看你着伤，我就唔甘的呢。来，我给你护护吼。好完了，好完了哈。丽华，啊，你干完了？歹势啦，啊，林红哦，一时失去控制。那是我。是那个妖物，是要双脚踏双船，又过情人。我要保护我的家庭，有啥物唔对啊？宋美华，你嘛唔免伫个两个查甫人的面头前假可怜啦！你遐个步数，我拢看出出个。我若是假可怜，嘛是甲你学呀。你搁讲一摆。歹势吼，我的胸坎嘛袂当有袂卡袂哈。你若有才调吼。罗威，我的头壳顶飞过啊！其实我感觉美华本性哦，无变偌济啊。恁查甫人拢同款啊，旧爱都是上水的啦，得袂到都是上珍贵的啦。我看林刚，我嘛变做你的旧爱好啊啦，你才知影我对你有偌好啊。你是咧胡白讲啥的啦？卖阁客气啊！对了，爸，当初我去找美华阿姨的时阵，伊有问大姐的代志，一定是顶届吼，伊看到全家福，啊顶头无纸钱，才来还退款。我会记爸讲，纸钱一个人伫咧美国，对吧？是啦，阿你妈想要知影，即马阮大姐过了安怎？老实讲，迄个时阵我才国小尔，我嘛无啥物印象啊。刚才听讲，阮大姐哦，甲一个老教授住做伙，然后就无甲阮联络啦。这拢已经过去啊啦，啊子孙嘛甲你妈妈讲啊，这唔免阁讨论啊。啊，不过子倩姐是咱的亲人，伊安尼无消无息，大家拢袂烦恼。那会袂啊！我阁真心飞去美国找伊呢，已经找无人啊啦！伊若存心要闪避，我安怎找，拢是白了工的啊！阿妈，你一个人去哦。爸还有阿妈嘞。宋丹青啊，我你今仔是安怎？一直问，一直问，你是啥物意思啊？啊！无你是怀疑我无去美国找子倩，还是你怀疑子倩失踪是我害的啊？我只是想要加了解子倩姐这个人，佮安怎讲，伊是我妈的亲生查某囝，我嘛是顶一届才知影一件代志。妈，啊，讲起来哦，大姐嘛是咱亲阿姐啊，若是好奇想要知影。这嘛无啥物奇怪，你想要啥激动啦？因为我委屈啦，
你都唔知我为着子倩，我用偌济心思啊！即摆煞互恁讲甲子倩失去联络，拢是我害的同款。我这个后母哦，安怎做都唔对啦。宋丹青，无你即摆是安怎？拄只，你伫追根究底，提起林子倩的代志，无你是啥意思？迄天我妈拢无问到，我替伊问真正常。这件代志已经过去十几年啊，对阮家来讲，这是一个空嘴，就无简单，已经偏僻啊！你搁挑故意甲伊乌出来，你讲，你唔是你妈妈派来报仇的，啥物相信？妈，你足奇怪呢。拄只爸就已经讲啊，伊希望有生之年会当见到子倩姐，安尼就表示爸足思念伊的。啊，是安怎？你就是讲着伊的名，让你气噗噗，敢是你心虚，更想当生气？我你即下是咧讲啥物笑话啊你？妈，即马唔管你用偌歹听话骂我，我拢袂生气，因为我开始要去公司上班啦。以后咱大家新妇楚河汉界分得清楚，井水不犯河水，靠边冤家。什么？你井水不犯河水？你卖了做我唔知影。你这年啊着急，要去阮公司上班，你就是想要甲你妈妈内情通话鬼，搞阮精英集团拢乌空啦。非得唔管我安怎做，你拢有话通讲，你就继续家己讲家己对。我不要去休困啦，妈晚安。等一下。你若是想要证明你的清白，我会当予你一个机会。什么机会？三个月以来，公司的业绩若是无提升三成，你就马上甲阮子孙离婚，离开阮家。想做我的接受，所以你唔敢嘛？因为你知影你妈妈甲廖乾坤。跟我合作的新生线是有问题的。你别想拢讲往我妈那边去，伊无对不起你。什么？你无对不起我？伊先嫁出一个叛逆的林子倩，无甲厝内乱七八糟。今嘛，佫加你一个一事无成的小狐狸精，你妈欠我这啊啦。对啦，千错万错都是别人的错，你永远都是对的。这样就好啦。在这个厝，我就是师大，啊师大永远是对的啦。你若希望我会当予你好面相看，那安尼你就答应啊，敢无？我无需要你的好面相，你怀疑就好。唉，果然啊，烂土抹袂就平啦，甲你妈妈同款啊，无怪我看你无。好，我接受。啊，不过我有一个条件，若是我达标，我嘛要分钱，因为这嘛我会讲。好啊，啊你家己开的支票，上好是讲会到做会到。啊，搁有啦，爱加一条，这个协议若是予别人知影，你赶快输，爱马上离婚，离开阮家。安尼敢会太过无公平？我赢，我提钱，我输就要离婚，离开恁家。啊，那么安尼啦，那是妈你输啊，你嘛会甲爸离婚，安尼我就答应。我是安怎要听你的啊？愿赌服输啊，还是你惊你会输？因为会甲协议写捞出去的人绝对是你。好，我答应你。啊，不过。我会加一条，你至少爱赔三杯。好啊，那是妈，你把鞋皮鞋捞出去，你嘛爱赔三杯，安怎？你敢无？好啊，我就等你输，离开林家。